一次，第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辛苦了，小声。我们是很真心的，好不好？你怎么聊聊天？因为刚刚都一直怕打扰你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换衣服了。没关系啊。哎，两天下来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就是对啊，一次就主持两场，就再冷一点。今天比较还好了吧？我跟你们说，我最大的感想是什么？来来来，就是呢，其实暖暖包是没有用的。我跟你讲，我有跟你深刻的体验。真的，我跟你们说，像我今天穿，现在换好衣服，暖暖包有用，因为温暖嘛，包在里面，热上加热。可是像我们穿那么少。真的没有用哎，它没办法雪上，但是是雪上加霜，没有办法贴满，然后脚底也有那个暖暖包，然后背啊什么的没有用啊。我真心的佩服，就是像你这样的女明星，因为真的太敬业了。然后刚那个总务姐姐跟我说你啊，我不行，真的我真的没有办法哎。而且我发现我跟 Apple 是今年跨年群里女明星穿最少的，也是最笨的。如果穿很多会怎么样？会被说不礼貌吗？其实穿很多也可以很漂亮啊。对，而且其实有些穿里面有什么铺棉的，那个风吹来真的不会那么冷。我真的是，我们帮你许愿，明年的跨年不要这么冷，让你主持可以。而且今年不是什么16年来最冷的霸王级的啊！而且昨天主持完回去就刻了一包那个感冒药。哦，真的有刻药？真的。对。什么有嗑药？不是有嗑掉了，我差点没接对。有嗑掉了。没有，因为令姐，因为令姐她有孩子，所以她不能感冒。哦，对，真的，就先嗑，不管有没有不舒服，都先吃再说。你看，就刚刚你穿太辣，穿太辣了啦。哦，谢谢啦，但名字打错。你不要生气了，不要这么严肃，不要生气了。哎，令姐，我们新年快乐。讲了一整个三个小时都没有这么多流量，你一来你一来真的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对对对，没有吗？没有，陆陆续续，你们是接梯式的，你们是接梯式的，你是最后一棒，你很厉害。谢谢大家。那你昨天有没有补过跨年啊？昨天新年没有，我们到家洗完澡都2点半3点了，所以直接等着就睡了。而且其实没有主持跨年的话，平常跨年对我来说就平日啊。真的吗？因为儿子8点就要睡觉啦，有老话。这么规律哦，跨年也是一样。摩羯座8点不睡觉，我觉得全身觉得不对劲。哦，真的。那你现在是不是很困？对啊，秒睡。好，谢谢。所以明天然后就彻底放松休息一下，因为毕竟其实刚刚那个老肖在唱的时候，我就有松一口气的感觉，因为真的就是圆满的结束了。而且你们三位也很辛苦哎，有等于你们尖叫分贝真的也是这么很少，不亚于万几万个，我们太吵了，对，很强哎。然后告诉我们老板，你看我们三个有多敬业，敬业的尖叫。哎，听你姐说话，阿霞有听到吗？你说到小。不是啊，就是另外一方面说我们很吵的意思，吵到你没有说，怎么有说话的艺术哦？对啊，很厉害。有说什么吗？哦，仅看你看，被他误会，摩羯座。哦，对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摩羯座，是，摩羯座是妈妈，谁？没有人是妈妈，我们有同事哦。对，摩羯座妈妈是怎样的个性啊？就是规律，然后不喜欢人家打断我的规定。比方说8点一到，7点55我就会开始紧绷，想说等一下要刷牙了。哦，真的。对，然后8点一到，我儿子还在就是飘来飘去的时候，我就说张先生该刷牙喽。然后他就会说等一下，没有等一下该刷牙喽。逼这么紧哦，逼很紧，所以有时候比较晚，可能隔天是假日，然后9点睡觉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。我今天不对劲，然后他如果隔天早上再早点起来，我就会骂他。我真的晚睡，为什么晚上那么早起来？其实你可以睡晚一点，其实心疼啦。但就是他就会说妈妈，可是我就是想那么早起啊。我说可以，但是不要叫我。后面这句才是重点，所以后面这句重点。好了，谢谢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你们三位，辛苦了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谢谢林姐，谢谢，感谢，拜拜，谢谢。台中绿宝跨年 GO 超大咖降临开唱，萧敬腾、顽童、安心亚连续2天双演唱会嗨翻天，最有趣的幕后互动都在中天娱乐频道，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天娱乐频道，按赞订阅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，精彩新闻不漏接。